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用无方》第八段，明、毛光、照业三昧门。我们看第十三忍光啊，第十三忍光啊，这一小段有两首偈啊，前面一首呢我们学过了，我们再看第二首啊，众生报恶难可忍，为菩提故心不动，常要称扬忍功德，是故得成此光明。这个前面这两句话了，正是我们现前修学过程当中的境界啊，能忍才能够顺利的通过，要是不能忍呢就被淘汰掉了啊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这个众生报恶难可忍啊，这是对修行人来讲啊最严重的考试啊。那么这一关能通过呢，境界福慧也都是大幅度的提升，所以学佛的人念念都要想到为菩提故啊，为什么要忍呢？为求无上菩提啊，不能不忍啊。我们在这个现阶段所遭遇到的困难啊，真的是非常难忍。马来西亚有个同学寄了两份资讯给我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人寄的，也不知道这什么人写的啊，我看到之后啊很欢喜也很安慰啊。这个里面第一份啊，他幕后说，他说我是一个老人，没有名字啊，写了几句话了，写得很好啊，我在这个地方呢念一念呢，跟同学们共同啊来分享啊，人生的道路尤其是菩提道上挫折太多啊，这经上讲的一点都不错啊啊，众生为什么报恶呢？我们知道这个原因，世尊在无量寿经上讲得很好，先人无知，不舍道德，无有余者，那就不能怪他了
啊，我们看到现在的社会，看整个世界，伦理道德没有了，圣贤教诲没有了，宗教信仰也没有了，所以贪嗔痴慢疑呀，烦恼习气呀，比过去不知道要增长多少倍呀！啊，所以社会呀动荡不安，它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啊，我们学道非常非常不容易。啊，那么这几句话对我们是很大的安慰，我们要常常把它记在心上。第一句话他说，如果你的微笑得不到回应不要紧啊，这是我们要学的啊，我们要学弥勒菩萨了。你看佛门里面，你一进庙门，你第一个见到的就是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对你微笑啊。啊，你不回应他了，弥勒菩萨还是微笑啊。应当学啊。啊，我们以微笑对人。啊，人家这个回应的是什么，理都不理会你。甚至于还跟别人讲，这人神经不正常。啊，他怎么会对我笑啊？啊，真遇到过来。啊，在外国还好一点。啊，外国人虽然不像中国人。啊，但是这种普通的礼貌他有。你给他打招呼不认识，他也会给你打招呼。你对他微笑点头，他也会微笑点头。中国人没有这个习惯。啊，所以这个你看，这头一个叫我们呢不要紧，不要放在心上。第二呢是，如果你的礼敬啊，你对别人礼敬，别人怎么对你呢，换来了无礼粗暴也不要紧啊！你要晓得呢，这是现代社会正常的现象啊。那我们还是要对人礼敬啊，不管人家用什么态度对我，我们还是要照这样做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要学菩提呀。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头一条啊，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啊。啊，我们要学，要学。啊，下一句说，如果你帮助他人，却不被接受，不要紧。啊，如果你的信任换来了背叛也不要紧啊，都能忍啊，这通通都是能忍啊啊，而且怎么还是要干啊，我们对别人信任，人家对我们不信任是他的事情啊，那不是我的事情，我们也觉得那是正常的。为什么？我们受的教育不一样。啊，我们接受的是圣贤教育。我们接受的是佛菩萨的教育。啊，十善业道啊，决定要能够落实啊。啊，这里面这些话通通都可以归纳到十善业道。
下一句说，如果他人不愿意回馈你的善行，不要紧。我们善行呢，得不到回馈。但如果真能做到了，你就走在德的大道上。啊，那么这个德怎么成就的？忍辱成就的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佛说的好啊，一切法得成于忍，你不忍就不能成就。啊，你能忍呢，那你就成就。啊，下面他又说，你的愿意、失望和受伤，这是说什么？假如你不能忍的话，你不能忍，你看看你对人微笑，对人礼敬，你帮助别人，啊，你信任别人，别人对你是背叛，你这样做法，啊，依照圣贤教诲去做，依佛菩萨的戒律去做，得到是这么样一个结果，你有没有愿意？你有没有对圣教、对佛菩萨产生怀疑？啊，产生失望、伤感，这常有啊，就这么就退心了，这都源自于你自己的私心，这什么原因呢？换句话是，你没有把我放下，啊，我跟我所没放下，哎，你才会有怨言，有失望，有灰心，啊，那么这说明了，过失不在对方，不在外境，还是在自己。啊，不能忍吗？不能忍没看破吗？没放下吗？真看破放下了，哪有不能忍的道理？啊，所以应该怎么样呢？无所求的。持续，再持续，在这一条大道上迈步。啊，那么你这一条大道啊，就成为啊道之路。你看，修德成道啊，啊，前面能忍是修德，啊，不怨天不尤人，还继续对人微笑，对人礼敬，帮助别人，信任别人。要知道，你是个道德之人呐！啊，这是个老人传给我的啊。最后他说：“我是一个老人啊，我收到这么一个讯息。”啊，另一个讯息呢，是外国人写的，意思大致相同。啊，那么这是一个同修翻译的，啊，他写了十条，我把他加了个题目，啊，题目是我加的。处逆境，随恶缘是虚知是死啊。过去我离开新加坡也是受很大的挫折啊，不过那次挫折
也碰到一桩喜事，就是澳洲移民部长欢迎我到澳洲去，给我一个最优惠的签证，这个签证就是澳洲的这个尖端人才，那个时候我已经75、76岁了。是非常非常之难的。我离开新加坡，我写了一副对联，勉励我们的同学，跟我去的有20多个人。我写的是处逆境，随物远，无成慧，业障尽消啊，消业障啊。下联是出顺境，随善缘，无贪痴，福慧全现。我写了这么几句话，勉励我们大家。那么这位外国的先生，他这个十条啊，我们的精神相同。我也在此地念一念，我念的是中文的译文，翻译的。他人们可能呢不合逻辑，不讲理，和自我中心，那就是成见很深，他不讲理，他自以为是。你遇到这个怎么办？无论如何，认识爱他们吧。还是要爱护这些人。这个爱他们的是，就是佛法里面讲啊，怜悯众生啊，众生的本性本善啊，本性本觉，他迷失了自信，他染上了严重的习气，这个习气都是不善的习气。所以我们跟他们相处要原谅他，要同情他，要怜悯他，还是要爱护他。第二条是你做善事，人们会指控你自私和别有动机，这个现在在社会上常有，我们这一生当中遇到太多了。你做好事做善事，人家都说你别有用心，天下哪有这种好人呢？就是他们心目当中不相信天下有好人。你要做好事肯定有企图，肯定有目的。佛法里面讲的无私的，牺牲奉献的，舍己为人的，常常遭到这样的羞辱，还要不要去做呢？他说无论如何，仍要去做善事，还是要去做善事，总是你自己认为是对的，爱别人是对的，敬别人是对的，行善是对的。
啊，不过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要懂得，啊，佛门里有两句话说：慈悲多祸害，方便出下流啊。我们要有智慧啊，我们要观察境缘啊，也就是观察环境。观察人事啊，能欢喜接受当然很好，如果不能我们只要做存善心就好啊，要有一颗善心啊，善事什么语言不足。可是另外要知道这个地方的语言不足啊，不成熟啊，哎，别的地方语言成熟吧。哪个地方语言成熟了，你就到哪里去做善事。啊，不一定在这一个地方。这个地方语言成熟了，我们再回来做善事。这样就好。啊，当这个地方人不欢喜我们做善事的时候，我们要回避。啊，菩萨戒经里头讲得好啊，菩萨所在之处啊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他不喜欢我们做善事，我们离开这里，他也很欢喜。哎，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做。啊，好在现在呢，交通便捷。啊，我们活动的空间比过去啊100年前那方便太多了。啊，那我在1930年代10几岁的时候，啊，从我的家乡要到香港这个地方来，走路啊，要走10几天呢。啊，要通过长江，啊，从江西从北走到南，走到广东，到这个地方至少要半个月。啊，你看现在飞机呢，不到2个小时啊，1个多小时就到了。那半个世纪之前，我们从中国到美国是坐轮船的，差不多要坐1个月。啊，从上海出发。到旧金山或者到洛杉矶1个多月。啊，那么现在飞机只要10几个小时。啊，所以现在是哪个地方语言成熟就到哪里去做。啊，这再好也不过了。啊，下面第三条是，如果你成功，你会赢得不忠诚的朋友和真实的敌人。为什么？无论是世法是佛法，你成功都有人嫉妒你。这个是一定要晓得的，自古以来就有，但是没有现在这么严重，没有现在这么普遍。啊，我早年跟李老师学经教，学讲经，老师给我说了好几次，
所以我的印象很深刻。他说：“将来你出去讲经，讲得不好，别人笑话你，那还没什么。如果真的讲好了，得到听众们的赞叹呢，你就走投无路了。”那个时候我听不懂啊，为什么讲经讲到听众赞叹了会走投无路呢？到以后自己亲身遇到了，这才晓得真的走投无路。台湾那么大，没有一个寺庙收容我。出家人嘛，也都认识嘛，到寺庙里招待你吃一餐饭可以，你想在寺庙里挂单住一天都不可以，真叫走投无路啊！寺庙欢迎什么人呢？欢迎敢经参佛寺的出家人。如果我愿意参加他们经参佛寺，行。他们都愿意收留我。这个不是我出家的目的啊，我出家不是赶金蝉的。我是对于佛法经教的羡慕。感到没有人把这么好的东西发扬光大。我是抱这个念头出家的。那叫我去看经忏，把经教放下，就是违背我的本愿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很认真地去思索怎么办。现在困难摆在面前。一个呢，你要在寺庙里面去住，那就走经忏这条道，要不然呢，要坚持研究教理啊，只有还俗啊，还俗再加人间就教就这个佛法了，出家人没法子干事。我们李老师就是在家人。可是在家人的道场，你讲经讲得好的话，还是有人嫉妒，不愿意收留你这是事实所以我以后是遇到韩馆长，韩馆长。最初是我的听众，他几乎一堂都不缺，自己还带笔记本，一面听一面写笔记，很用功。以后我这个困难摆在面前了，逼着没法子了，他给我商量，他说法师。他说我家的房子还有空的房间，所以你去看看能不能住如果能住呢，你还继续讲经寺庙里面不欢迎你去讲我们租地方去讲，借地方去讲他有些朋友做生意的有个朋友是做律师的，这个律师楼晚上是空到的，那个办公厅呢，就给我们晚上每天晚上在那里讲经，讲了大概差不多三个月，以后又是租地方，厅比较大一点，
那么租都有租期的，啊，两三个月呢换一个地方，一年要换好几个地方。他给我张罗，啊，给我联系呀、啊，这听经的这些听众，啊，跟他都有联系。啊，我们这样子，这种方式，20年，啊，20年呢，大家才捐一点钱，买了一层楼，啊，就是景美的华藏图书馆。啊，那个场地也不大，啊，可以容纳100多人。啊，台湾叫50坪，一坪是36尺，香港的36尺，50坪，啊，不是很大的地方。啊，以后慢慢的呢。啊，这个捐助的人多了，我们就在那一层的时候，旁边的房子都给他买来打通，啊，3个单位打通，哦，那就很大了。所以总共啊，慈光图书馆我们离开的时候有250坪，你就晓得多不容易啊！讲了20年呢，才不要再过这个流动的生活了，啊，有这么一个小地方了，啊，那么我一生啊，确实啊，不管人，不管事，不管钱，啊，所以这个道场是韩馆长。啊，他张罗大众，啊，大众出钱建的，啊，但是道场登记的名字是他自己，啊，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组财团法人，也没有管这个管理委员会，没有这些，啊，没想到他往生了，他走了之后，这个继承这个产业的是他儿子。啊，那么我们到最后离开了台湾，啊，离开台湾呢，到新加坡，啊，离开的时候，我也写了几句话，勉励我们的同学，啊，同学跟我到新加坡20多个人，啊，就是现在在澳洲，啊，这一批人，我勉励他们大家。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，啊，韩馆长对我们30年的扶持，啊，前面20年是流动的，后面10年就安定的，啊，我们在道业上有一点成就，没有别的。江西没有中断了，啊，李老师当年教导我，啊，他用比喻说，他说拳不离手，却不离口，啊，打拳的人天天要练拳呢，啊，3个月不练那个骨头就硬了，唱歌的人啊，天天要唱，啊，3个月不唱了，他嗓子就哑了，就唱不出来了。讲经亦复如是啊，要常常讲啊，啊，半年不讲就等于丢掉了。
啊，所以那个时候他老人家教导我们学讲经，啊，你在一生当中至少一个星期啊要保持讲一次。啊，决定不能中断。他老人家自己给我们做榜样。啊，他在台中38年，确实。38年如一日，他每一个星期讲经一次。啊，所以这样教导我们。啊，我以后离开他老人家到台北。我一个星期讲5天，啊，每一天的时候讲1.5钟，消息传到台中，哦，他老人家高兴拍桌子，这还得了啊，天天在练呢，啊，出去的时候讲5天，以后7天，天天都是满的，没有一天是空档的，啊，讲的时间最多的我记得一个星期是30多个小时，差不多平均每天6个小时。啊，5个小时啊，平均每天5个小时。啊，一个星期大概是35、6个小时。这样练成的。啊，你没有讲台学不出来。啊，如果有讲台又有同参道友，那没有一个不成就。啊，接着我一生的经验。啊，古大德的教诲这个意思我懂。啊，那我自己这一生经验当中呢，啊，我确实啊没有同参道友啊。啊，同学在一起切磋琢磨，那过去在台中有10年，这个得力。啊，我们有7个同学，等于像一个小班一样，每一个星期聚会一次。啊，研究李老师的这个经典。啊，老师讲经，我们复讲，复讲完了之后，同学们在一起研究讨论。啊，一个星期一次，10年如一日，啊，没中断过。对，每一个星期四在台中联社小教室，啊，我们搞了10年了。啊，徐新民、周嘉林都是我们7个同学里面的。啊，所以有老师指导。有同学可以互相在一起研究，那个进度就快了。啊，所以现在有很多人会问我，怎样培养师资、培养人才？我知道。啊，所以古人所讲的“10年寒窗啊，一举成名啊”，那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就这个方法。啊，如果我们能够有10几个人。啊，找一个地方闭关。啊，这10几个人根基都扎好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一定是落实《弟子规》，落实《感应篇》、《十善业》、《沙弥律仪》。啊，这个4个落实，你就有圣贤的基础。换一句话说，你有资格成圣成贤。啊，孔子教出来的，孟子也是教出来的，释迦牟尼佛12年学来的。啊，都是教出来的。啊，所以这个基础的，没有这个基础那就不行。你就成就不了圣贤。啊，你可以成就学者
专家啊，你可以拿到博士学位，你可以拿到这个世间的著名大学教授，你可以拿到，你不是圣人。为什么呢？你能说不能写，你没做到啊。所以这四样东西可不能轻看啊。弟子规是什么呢？弟子规是四书五经十三经的在生活上的落实啊。换一句话是活的论语，活的五经，活的十三经啊。那么这叫学儒。学儒，学孔子，学孟子，真的学到了，那你就是现代的孔子，现代的孟子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啊，佛学如果没有戒律，没有这四个根，他是佛学家，他可以拿到佛学博士，他可以在大学哲学系里面教佛学课程啊，做个名教授。他不是佛，他不是菩萨啊。为什么呢？他烦恼习气没断，佛菩萨的教诲他没做到。所以至少啊，这四个根要完全落实啊。有这四个根呢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就成功了嘛。啊，不要学多，学一部经。一部经学多久呢？学十年。啊，你比如你要是学第三经，啊，这十个人在一起学，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讲，啊，每一天不要讲多，讲半个小时。啊，电视剧播的时候正好是一个阶段。啊，半个小时，这是一个节目。啊，每一天讲，那一天讲半个小时，这一部《地藏经》讲圆满，大概是半年。啊，或者四个月就可以讲圆满。啊，一天半个小时，那么你一年呢，讲三遍；十年呢，讲三十遍，你就变成地藏菩萨了，活菩萨了。啊，你要是讲《观世音菩萨经》，《观世音菩萨》有三经。啊，《法华经》里面的普门品，《楞严经》里面的《观世音菩萨圆通章》，《华严经》里面五十三参，善财童子参访观世音菩萨，第七回十七回向章。啊，你要是专学观音菩萨这三部经，那你就是活的观音菩萨。啊，十年专学这个课程啊，啊，学无量寿经。啊，那你十年至少的时候可以讲二十遍啊，无量寿经长，半年讲一讲一讲一遍啊，你可以讲二十遍，遍遍都有悟处啊。这十几个同学在一起学习啊，切磋琢磨，各有专长啊，这个不会多起。为什么呢？将来学出来说人人都第一，没有第二的，啊，像这个《楞严经》上二十五圆通章一样，啊，二十五个菩萨个个第一，没有第二的，啊，各有专长，啊，如佛道都能够行起来，啊，这个是去年我们从巴黎回来，从伦敦回来之后。
我一直都在想这个问题。啊，自己年岁大了，81岁了，还能活几年呢？啊，这个一般世间人讲风烛残年了，啊，这个不能保障的，啊，所以我知道一些方法，啊，这些理论，我都常常讲给大家听，啊，大家都能够学到记住了，你们照这样去做，没有一个不成功，啊，这个理论最重要的呢，最重要是助缘。啊，我们一般讲的是法缘，我们这个道场可以帮助你，别的道场不欢迎你去讲经，我们这里欢迎，非常欢迎，热烈欢迎。啊，别的地方不护持你，我这里护持你。啊，我们有几个道场。啊，我的家乡，啊，庐江实际禅寺，会欢迎，没有问题。啊，那我们这个，澳洲，啊，我们的澳洲有两个道场，啊，一个净宗学院，一个净宗学会，啊，学院在图文巴，学院在布里斯班，啊，也非常欢迎。啊，我们跟别的道场不一样，啊，我们的都希望成就儒释道三家的人才，啊，我们乐意供养你，乐意提供你讲习，啊，护持你，你能够法身莲心，啊，我们热烈的欢迎，啊，语言呢？啊，所以现在同学发现的是，你们的语言比我熟深呐、啊。我学的时候比你们苦啊，没有这么好的语言。啊，所以成功遇到不忠诚的朋友，啊，和嫉妒障碍，啊，怎么办呢？无论如何啊，认应该。去成功，啊，你要走成功的道路，啊，那么学成之后，出路怎么办？啊，这很多人担心啊，啊，因为我们这种修学自己自修，关起门起来自修，没有学会呀。啊，可是现在呢？现在行。啊，现在我们有成绩，每一天学习的成绩，全世界的人都看到啊。我们用网络，我们用微信。啊，那我们十几个同学上课，我们的教室就是摄影棚。啊，这个教室可以容纳20-30个人。啊，摄影。啊，上课啊，上课的这个状况完全现场直播啊。啊，同步的播出啊，虽然是闭关不出门。啊，从前闭关只能做到独善其身，没人知道你。现在独善其身，可以透过网络卫星，把我们每一天学习的状况啊播出去，跟全世界有缘人共享。啊，他们可以在网络上学习。可以在微信上学习啊！我们虽然没有学位，你所学习的实际的
课程呢，大家都看到了。所以你十年只要一出去啊，我相信有很多学校啊会把博士学位送给你，有很多学校啊，就是有汉学系的学校啊，都会相征聘请你去做他们的指导教授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在求学的时候，我没有学位。啊，我也是最近这十几年。啊，奖金我们采取网际网络。啊，五年前我们才有微信。啊，微信是2003年元旦开播的。啊，到今年五年了。啊，这个工具啊产生了很大的效果。啊，所以我在澳洲在印尼这个大学里面送学位课。啊，请我去担任教授。啊，还推举我代表学校啊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。啊，所以学位也不是一个重要的东西。啊，重要是自己有识德能。这个才重要。啊，我们希望年轻人真正立志走圣贤之道。啊，在这一生当中希望真正做到圣贤的水平。啊，学孔孟像孔孟。学释迦像释迦。这成功了。啊，决定要走这个路。底下一条说，你今天做的善事明天呢将会被忘记，这个也不要放在心上。啊，无论如何仍要去做善事。啊，一昧去行善。不求果报啊，这是圣贤啊。啊，如果求行善事希望得好报应，这是世间法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我做善事把我的这个善行回向求生净土。啊，分别执执着都没放下，我要回向求生净土。行不行？行。生凡生同居土。为什么你还着想想待业往生。如果做一切善事心里面干干净净，不求果报，求生净土，品位反而高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放下分别执着了。与出世道相应了。啊，不求善果，善果更大。这些理跟事啊，都要清楚，都要明了，啊，要懂得。
底下一条说，诚实和坦率会使你更容易受伤害。那你诚实，别人欺骗你。啊，你坦率，别人行为是弯弯曲曲的。啊，那么在这个社会上，你会肯定吃亏，常常吃亏。啊，不过亏吃多了，你也会学聪明了。啊，你接受教训多了吗？啊，你也能看出来。啊，有善巧方便呢。去应付啊，可是怎么样？还是要无论如何，任要诚实和坦率啊，还是要啊，不能不诚实啊，不能不坦率啊，一生保持着诚实、坦率，吃亏是消业障嘛。